拼到一个嫌疑犯，三暝耗半暝，甲算钱机啊！结果天光，法官甲判20000交保，一粒枪支带227块。因的候选人身躯边全部拢是乌金啦，对不对？雄雄伫台南煞有88门的枪声，咱的总统甲咱讲要抢夺乌金，对北到南，因的候选人身躯边全部拢是乌金啦，对不对？红开枪的人，竟然是台南市长的竞选总干事，我唔知恁是咧敲啥物啦？悄悄的一个开枪开了，讲安尼有可能歹徒是要影响选举啊？啊，即马着我来看你选呢，你的意思是讲啥物人要影响选举，对不对？对。讲抓到一个嫌疑犯，三暝耗半暝，甲算钱机啊！结果天光，法官甲判20000交保，一粒枪支带227块。办案的过程如何，咱不管。请问黄市长，像安尼，你的总干事啊去敲这个政电，敲甲袂好势？开枪！你有要出来面对无？哎，没有，唔免烦恼，伊袂出来，因为伫伊10月23成立的时阵，总统去甲徛台，伫总统的面头前讲，这个郭在钦就是黄伟哲的总干事。结果17天后开枪了后，讲那一天是口误介绍了。你要信无？你要信无？喂，各位士大，您拢知影？台南是最好选的，对不对？阮台南市已经决策啦，阮台南市是唯一，今仔六都拢来，阮台南市是唯一65岁以上的长辈时代去予放杀，无予照顾。我家两届提出政见，讲要照顾65岁长辈时代，予因摊5都共款免交健保费，结果。黄市长讲我这是了尾仔囝的政策，各位士大，难道我要照顾老人是了尾仔囝吗？所以，我伫这公开要求，黄伟泰市长，你要向台南市所有30几万的老人道歉，回信嘞，